等一下呢，这叫声给表演团体，嘿嘿。好，那我们老师请留步，老师请留步。老师也难得回来了，那我们老师喘一下，等等他讲个话。OK 啊，那今天的三个表演团体啊，无论是上半场的傻爸爸，或者是现在的 Hashtag， 他们都有他们的 IG， 如果喜欢他们的话，记得追踪他们哦。老师 ，OK。好，就是给我三秒钟，一、二、三，好，就是很谢谢和平这一舞的小朋友请我排舞，然后他们今天开场舞也是很炸，然后也没有掉招，然后中间过程中他们在国馆大概跳了几遍，十、五、六，差不多，对，然后虽然陪伴他们的时间蛮短的，但是从这个过程中，我看到这群孩子，他们只是很认真的想要把舞这件事情调好，然后在今天留下一个最美好的回忆。那后面大概还有一些些舞码，那我希望等一下大家用最热情的掌声鼓励他们，谢谢大家。谢谢。